第一点。挑战，这只大咖，你阮两个人爱救啊！来，坐下来。哦，阿胖。哦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有螃蟹，小螃蟹。这个池子里面那是怪物。怪物中了。哎呦，小心小心。哎，哎，啊，哦，哎，这布线呢？评估啦，60-70斤左右。其实我们现在十五秒，我们把它玩到这熟成。嗯，这是什么鱼？从我制作到现在，没有人知道吃得出来它是什么。即使这一只是没有人要的鱼，我们都经过熟成之后，它的组织肉质都改变了。郭信爷，为您奉上我们这边最好的鱼啊！什么鱼啊？石目鱼。台湾的美食小吃多到不胜枚举，而且呢，是你有再多的手指你也数不完。这就是我们的台湾。而有一种美食呢，是国民美食、国民小吃，它叫做石目鱼。石目鱼多啊，多啊。多啊！从满满的鱼温包围着村落就可以看得出来，过去几百年，丝木鱼和台南人还是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。只是渔业毕竟是靠天吃饭的行业，没有年轻人愿意接手，就会出现断层。所以，有些人开始玩出新花样，希望能玩出不一样的丝木鱼。南台湾的阳光就有一股暖暖的海味。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呢，这里是丝木鱼的故乡。听说在这一大片啊，附近全部你看到的鱼温，所有人都在养丝木鱼，而且呢，它是混养的丝木鱼。但是呢，你有没有发现这一区特别的新潮，不太像是那种三合院农村啊砖瓦屋的概念。那这里听说他们在做的叫做丝木鱼丸，就是那个有没有王圆丸，一个王加一个圆就是丸。来看看人家怎么玩丝木鱼丸。哎，欢迎光临。怎么跟我想象中的好像不太一样？因为本来想说到了渔村，都可能是那种不管是大叔、阿上、阿伯之类的，就是两个妙龄女子。你们来这里做？我们在七股这边做食鱼教育。你吃这个鱼之前，你知不知道这只鱼是怎么来的？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？在教这个的时候，就会让他们认识说，哎，哪些是本地的，哪些是进口的，通过游戏的方式好玩。那很多人小朋友来说，他们说都会吃本地的鱼，结果他都问他说喜欢吃什么，他说鲑鱼跟鳕鱼，就跌倒。都是进口的，不好意思，因为鲑鱼跟鳕鱼都需要比较冷的地方，寒冷的地方。在我听到来讲，它可能不太像是一个这么简单的食鱼教育。对我来说，就好像你可以了解这尾鱼怎么来的，它是生长在哪里的，它需要在多少的温度、多少的海水的盐度，跟它吃的东西是什么，跟再到你的餐桌上你食用的是什么。所以这个好像就不是只给你的食物。不然我们来先来第一关。对，我们桌面上有没有看到这些鱼？你可以叫出所有鱼的名字吗？这个就是丝木鱼吗？没错。然后这个是八宝鸭，对，没错。啊，这是白鲳。这间跟当地艺术家租来的小屋子，就是怡佩和小青的工作室。他们透过游戏互动的方式，让来玩的人可以更知道平常吃到的鱼文蛤是如何养出来的。这个七股这个地方，它主要的其实不是养丝木鱼，丝木鱼只是配角，它是主要的配角。但我们最主要的丝木鱼是跟着我们的文蛤去混养。对养殖业，我只知道哦，大家都在养鱼，但养的方法到底是哪一种，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养殖业。就好像我养鱼缸，好像只把鱼缸放大的感觉。文蛤的野生的跟养殖的有什么不一样？开看这边有
文蛤不是文蛤，然后有野生有哪些不是文蛤？这个就不是啊，是的，还是这个是？它其实是，它是文蛤。有没有发现这个是野生的，它就会比较平滑，然后颜色比较淡，然后比较扁扁的。嗯、那养殖的它就会比较厚实，对，然后它的纹路可能会稍微明显一点，嗯，因为它不会有那个海浪去拍打它。真的要到了产地，才能真正看到平常吃进嘴里的东西是从何而来。而怡佩和小金他们想做的是希望能够用更生动的方式体验在地生活，所以他们租用一个废弃渔温作为活动场所，让来的人可以体验钓丝木鱼。但不是吧，就用一把竹竿？我们确定这样钓真的钓得到？我怎么觉得有点闹啊？这个，对啊，看到看到看到，好，我没有骗你吧？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来，这就是木鱼哈。哦，哎，看到没有？我今天钓鱼的运气。钓到了，这个呢，就是我们说的丝木鱼。丝木鱼呢，它有一个叫做好哦，丝木鱼呢，就是丝木鱼呢，就是我们说的它这个啊，等等，好了好了，哦，撞，没错。怡佩和小青为了要补偿一直没有钓鱼运的我，带我到学甲的区域会。他们说这里有个很厉害的丝木鱼拔刺达人，因为丝木鱼最恼人的就是啊，鱼刺特别多，多到有时根本无法好好享受鱼肉的美味。趁这个机会，我要来好好见识一下。你们现在只是负责拔刺而已，没有，这是整尾无刺的，整尾的，对对对，整尾的无刺的，对。你可以教我一下吗？这样，这边，从这里，这个一根，这里，我们先把这个拿掉。所以你也不会，对不对？你现在才发现我不会吗？对，我不想，我以为你们两个是很厉害的。我们要带着厉害那个有名的人啊，我们才能够进到这里。所以我是来帮你壮胆的，就对。对，没错，上手。难了。等一下，你刚刚从哪边啊？这个刺，从大这里是头部的那一根支线来。哇，要大力一点哦。不用怕它。压着，没关系。这样。小队也厉害哦。啊？那里有几根啊？这里还有这。这里还有这。所以这边头旁边就这两个。对，哦，就两个。这样。这比较好摸得到，这一摸就是两根。对，好像两根回纹针在这。回纹针。丝木鱼有几根刺？222根。嗯，哇，他连丝木鱼的鱼刺你都算得这么清楚，一根就代表里面还有。现在只拔了222根，里面的两根。对，只有两根，我还有220根要拔。这里还有一根，对。没有，你要先画一个，先从这里画一个，先单两块。按照这个维度画。就这样画。这样，然后。打开有没有？哎，算了，断在里面，是会留在里面。对啊，因为那个这样子，把那张打开有没有，就会看得到。哦，九九多了。对，我觉得吃到这尾的人，看到啊，这样你可能比较衰一点，因为这尾是我拔的。因为这尾是你要自己吃啊，真的，自己拔自己吃。真的，有哎，这个是比较小的刺。好，我还有218根。乖，这边没了吗？我觉得你会甩到我。你确定？确定？你再去摸摸看嘛。真的，对，手背，我觉得你根本就是完全都不用看刺，也不用摸刺，你知道在就这里，对吧？拔掉就好了，好像在拆弹专家啊。由下往上，对。哎，我
我这个无心插柳画了一条超漂亮的。对，它还有一个技巧，画开来以后，这边你的右半边这边是完全没刺，没有刺的，所有刺都留在左半边，所以你只需要从这边拔上去，它就是就是这样子。哎，需不需要我帮忙？哎呦，你这样不行。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。你有进到两百？我进两百，我破两百。我打高尔夫球，我破百了。这八次还真不是一个简单的差事，但大姐说她最快三分钟就可以拔完一整只鱼的鱼刺。算术好的，算一下就知道有多快了。市面上买到的冷冻丝木鱼都是要经过这样的程序，最后真空包装才会上市销售。如果没有看过八次过程，真有人会以为丝木鱼都是每一次的吧？最后回到余温来料理今天的丝木鱼吧。来，我们现在来在地呢，就要吃在地的食物。我们先讲的就是鱼肠。鱼肠，哇，这个很难得，产地才有，你在其他地方不会有。哦，今天煎的方式呢是真简单，干煎。好啊，我要下鱼肠啊。一尾的。一壶，好台南说法，香味怎么出来了？哇，鱼翅具有过人的耐热力。哇，我第一次吃到就是这么重口味的食物啊，就在台南。你看，你看，哇，好，我们就来给它来一点。这是酒吗？坤哥帮我喝一口看看，好不好？哇哦！它那个油还在滚。对，就是它，就是。我需要的是海南椒。好，搞定，这个就是丝木鱼肠，棒。哦，长进人永远是有福利的，坤哥，试一下，试一口，试一口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一配哦，你在煮汤对不对？对。我先跟你试一下，我先试一个，是不是？嗯，很棒很棒。好，那你继续煮汤，我继续下一道菜。我接下来呢，做一个叫做凤梨酱清蒸的丝木鱼，然后呢，我们把新鲜丝木鱼放一放，姜丝要再放一点，姜丝要放，姜丝一定要放。清蒸其实它就跟煮汤的概念其实有点像，但它就不是汤，但它还是用水，然后重点你就可以用一点点凤梨酱，我就用一点点，因为凤梨还有凤梨酵素，要不要加酒？好，这个时候不能不加，这个清蒸就一定来一点水，我建议不要加太多。因为其实太多的话，我怕会把那个凤梨酱的味道带掉。然后就这样，来喝你的汤。西瓜棉是木鱼汤。哦，好哎，好哎。用我们的西瓜棉。哦，西瓜棉。那里面的那个鱼就是刚刚我们钓到的鱼。哦，好好。直接就切块。好，来一点，试试看。我没吃过西瓜棉，是长这样。脆瓜的概念，嗯，好吃吧，酸酸的，然后会很开胃。嗯，我有加西瓜棉，有一种就是初恋无限 touch 的感觉，酸甜酸甜好滋味。哇哦，哎，这样的方法也不错。西瓜棉本身就出这个酸味吗？有没有，还有烟，要不然它本来其实是一个废弃的，就不要的东西，但我们再把它加工，就变成一个很好的食材。嗯，这样的鱼肉，吃到它那个酸香的味道，很舒服的香气。嗯。我其实有个问题，我想是我一直藏在我心中很久的问题，那为什么会想到在这边闯七股，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地方。我们本来是学这种都市计划的，刚好就是成大的老师，他接了一个计划是在台江，也就是在我们的附近。OK， 台江。对啊，那个计划里面就有认识了很多的鱼。OK。所以也是因为这个计划，我在这边一两年之后就觉得说，哎，其实有些事情是可以有不一样的人进来这地方，然后创业去做，然后跟这边原本的产业去做结合，然后让它有一些不一样的往外说出来的故事。那也透过比较深度的体验，才可以真的。
了解到我们在跟大家说鸡骨低密度，然后又冲海水，然后抽地下水这些友善养殖的方式。有的时候看到受访者，我都会觉得他们都有一个梦想写在他们的脸上，但我最喜欢的就去哇知道别人怎么完成梦想这件事情。我开始闻到我的香味，的凤梨，来哦，准备哦，挑战，这只大咖，你本两个人爱聊，我来比比，哎，坐下来，哦，阿胖，哦，哎，这个是什么？有螃蟹，小螃蟹。一点，哎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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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这颜色我喜欢，哇，哦，好吧，把它弄破。耶，好，耶，哎，好，凤梨酱，凤梨酱，哇，哎，要不要试一下？一人吃一点，好吧，会很棒的味道。哦，好吃，不会不会不会。我还嫌我刚刚夹的太小块，真的吗？小心烫，小心烫，你自己试试看，今天的味道漂亮，很好吃，好吃，真的吗？它那个凤梨的甜味，然后入味，整个吃到凤梨的香味有进来，嗯，好吃，因为它就是用凤梨酱本身的那个果香，然后搭上石木鱼它里面啊那个香香的味道，然后出来就会呈现香香的这样。哇，好棒好棒！就是我们这边七股跟文革混养的石木鱼，它的肉质就是这个口感。结束渔温里的餐桌，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可说是台江秘境路线之一。从大园港渡船头出发，听说沿途景色是美到堪称是台版的亚马逊河。尤其在11月，这里竟然还能看到快濒临绝种的生物出现。走走走，上船去找李大哥。李大哥，如果没有走进台江湿地里面来，我还真不知道在台湾有一个像类似像亚马逊河，类似像我们在印尼的原始水森林一样，对，沼泽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在更早以前呢，以前的面积比现在大很多啊，大很多，大多多，很多啊，比现在是十倍大，十倍是十分之一而已啊。因为有时候像以前的河道很容易从上面土石流，然后就带很多泥沙下来啊。对。啊，所以它就一直淤积，所以边际一直在缩小，一直在缩小。嗯。啊，缩小之后那些浅滩里面，他们就开始把填土、盖工厂啊、盖房子啊，不然就从旁边就把它围起来当渔温啊。对。啊，所以在自然状况之下，它这边的水域、这边的洪水都一直变得一直在缩小，一直在缩小。自然景观不像人造物会永远存在，地景地貌总会随着时间而有所改变，但如何珍惜目前的美景，守护生态环境才是人类首要的课题。因此李大哥也希望借着观光船筏，载着游客在欣赏美景之余，也能推广生态守护的观念，也让大家更认识渔村的生活样貌。买下来体验的这个网啊，或者是四角钓网，啊，咱海边啊人讲了这钻啊、钓钻、好秋钻，这只大咖，你阮两个人爱钓啊？无，这个网啊吼，人以前拢是一个人爱钓的，我若参你钓，伊啊咱两个就爱分了无？啊，人事成本就变悬啊，咱就爱收成就减少啊，所以这拢是一个人钓，所以当然就是你钓。你哎，现在我本来想说我不用跟你分你钓呢，就你要叫我啦。对啊，我刚游会起来，当然是爱你扣吧，阿扣家己啊，我才来分啊那个。我们这里有一个更适合这个工作的人，嗯，不会，我看还是你最适合。阿胖，你减重的时候到了，来，阿胖，哎，是这样吗？我是那个砝码，阿胖，来，我们两个一起，一，二，坐下来。阿胖坐住！阿胖！哇！你们他不是要向下扭一下的，向下转过去。哇！有了！哇，这样子。他就是我们要一个人操作，有没有？就是这边的石头。好，这样子我们就鱼饵就拉上来，看到没有？啊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过去前面看看有没有鱼了。来，我们去看一下有什么。我们看看有没有鱼，还有看看我们抓到什么东西了。哇！
哇，你嘞？哇，哎、欸，那个是什么？有螃蟹，小螃蟹。哦，这是小螃蟹。哦，好少的鱼哦。不错的呀，这什么鱼？这个在我们北部不是有那个什么捧灰啊，在抓鱼有没有？捧灰啊，就是这种，就是这种鱼啊。但是这种鱼不会干抓，对不对？抓回去煮汤水喝汤而已，而且是把它留下，留下它整个新鲜脆脆脆脆的这样子。哦，这也体验到了我们的钓竿，我们来去看一下很有体力。这边的这边蛮好的，其实都可以让一般的游客都先去知道说你会看到什么。对，我们都会把这边常见的鸟有没有，就它的图片就放在这边，对，看一下哈，再对照一下食物在这边哈。对，还可以比如在这边，看看图片这边。对，来，你看上面那个白色。对，是那个吗？看一下，这边白鹭它白色的，但是如果这边的白色的鸟很多，白鹭是它比较会零散的站着，啊，黑白鹭它会群聚在一起。哇！嘴巴是它一个很大的特征。好漂亮哦！它旁边也有很多其他的鸟，像水呀这一类的。而且我看到它在觅食。哦，也有，左边那边有一只在觅食，就这样。哎，对，它会把嘴巴放在水里边这样子。对。哇！每年的十月份，候鸟迁徙季节开始，这里就会开始热闹起来，像是开启了候鸟界的 party。有将近195种的候鸟来这里，因为台江内海生态丰富，又有国家公园的保护，因此连最稀有的黑面琵鹭也会在这个时候飞到台湾觅食过冬。到明年3-4月前，到台江内海都还有机会可以观赏到它们的身影哦。养殖业在世界上来说，可以算是数一数二的，而且台湾的养殖业不断的在进步。它进步到什么样的地步呢？有些人的思维，包括我自己，有的时候可能还跟不上，因为我可能还在玩水族箱的时候，别人已经开始玩10000多斤的鱼池，一个鱼池有10000多斤的鱼，然后还有不同的东西。带你来找找我的好朋友。Go。 虽然丝木鱼是国民美食，但有些人会觉得好像跟以前丝木鱼的味道有些不同。国良哥为了养出记忆中有芝麻味的丝木鱼，回到台南接手爸爸的鱼温。虽然他的鱼温在外表上看起来和其他人的鱼温并没有不同，但其实所有不一样的地方都在看不到的水面下。关哥，又见面了，好久不见。所以我们这次来呢，主要还是要找那个丝木鱼，对，因为你的丝木鱼实在太厉害。然后这个季节，因为全台湾人在吃丝木鱼，其实是吃很多的，是啊，丝木鱼的好坏跟有刺没刺、整尾切片，还有丝木鱼的肠，哇，来行哎。其实我们现在丝木鱼哦，我们把它玩到做熟成，对。对我来说，他好像在想要做这样的事情，就是他给我的感觉好像他很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他在用科技的方法把它丢在鱼液上面。其实一样的东西啊，熟成都是把蛋白质转换成氨基酸。那水产品的熟成现在很确定，全世界只有我会做。我们可以把水产品做成熟成，那你只要经过熟成之后，它的风味口感都完全不一样。好，我们先去找到它，我们再来去弄熟成。丝木鱼在池塘里面。好，你的池子钓得到，但会钓到什么？不知道。这就是好玩的地方。国良哥用科技取代传统养殖方式，让原本每月几万的水车电费降到只剩3-4千元。更巧妙的利用生物本身的特性，就能达到生态平衡的效果。来，拉鱼。我们的网格。网格什么意思？就是定制网，对，那会你已经是鱼温了，还要定制网？对，它主要是抓虾，但是会抓到什么鱼，我也不知道。因为我们里面有太多的物种，反正你的鱼池，所以你的鱼池就是时时刻刻都有惊喜的意思。对，所以会抓到什么鱼，真的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对，所以看看有没有我们要的。丝木鱼不知道，有没有？马上就知道了。我看到了，有看到虾，那是虾。
怕。就在池子里，快点！怪物中了！哎呦，小心小心！哎哎啊哦！哎，这布线呢？明珠啊，有有。得一点，那是虾，虾，你是养明虾是不是啊？草虾，哦，有鱼，有没有石目鱼？没有，还好有草虾。哎，哦天哪，有看到一只庞然大物哈。哎，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生呢？当你想要什么的时候就不来什么，但是他一定给你一个东西。我们现在看到的主要是黄金鲳。嗯，哦，就昂沙跟草虾。昂沙，对，那我这边的草虾体型跟体色不太一样。哦天哪，对对对对对。啊，来，我们我看到这个大小我已经忍不住了，忍不住。你看我看，敢问我无看？没有，没看到。十八公。哦，还有龙胆。龙胆，龙胆是小的啦。因为哈，很多人都说啊，你里面养龙胆有养鲈鱼这些掠食性的物种。对。啊。螃蟹、石目鱼不就被它吃完了？对，其实我用一种最简单的生物防治法。对，这么小的吃不了这么大的，所以看你看这一次的体型的龙胆，对，掠食性物种它就特别小。它对它也吃不了，对，它吃不了，它连草虾都吃不了。吃不下了。对，我们待会可以比一下体型。我觉得这个方式蛮聪明的，任何的物种的发展，它跟食物链绝对是息息相关的，而在食物链的驱使下，它一定会去追捕它想要吃的鱼种。它也小的鱼种也会逃，小的鱼种也有在这个生态里面该扮演的角色，所以它的生态大概就是，比如就这么大，里面的任何一个环节、任何一个角色，你都不能失去，它才会是一个最完美的生态。你看这边龙胆的体型就没有那么大，对。好来，就是你是用生态防治的方式，就所谓的生物防治方式，生物防治的方式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看这个龙胆，这么小的龙胆怎么可能去吃这么大的虾子？跟它体型差不多。把龙胆先抓起来，我们试试看。哦，这个龙胆来抓哈，我们要没有，我们要对它温柔一点，对，轻轻的把它抱起来。我很怕被它刺到了，所以我们要抱着它。哎，所以这个大小的龙胆，现在这很小吧？这很小，这大概一斤多，这一样也是大概一年的时间。那龙胆在我们这池子里面，它比较，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帮我们克一些外来的小鱼小虾。哦，把外来种小鱼小虾。对，小鱼小虾，然后是生病的鱼虾。哦。那你可以看到，即使这么小的龙胆，它的体色都是黄色。是蛮漂亮的，对，蛮漂亮。一般，一般外面好的龙胆都是黑的。没错，那我们就先把它放回去。马上让它回去。让它回去了。对对对对。哦，等一下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我们台湾本土种的草虾，对，这是草虾，这是草虾，不是明虾。哎，这个大概是斜号十一号半呐，这个我们所谓的手臂虾了，十一号半的草虾。对，我的天哪！它的那鱼纹，我觉得好像是一个生态缸。它的生态缸里面，它可以有自然的水循环，它可以去控制温度，它可以把各个物种的鱼放在里面。他轮坐式的让他休息，我觉得某方面他在用一个很聪明的方法在做养殖业，但是这个我也不知道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，其实我也很期待。其实，在好的环境里面养出来的鱼跟虾，我说过了，不管在体型啊，或者是在体色上面，它显现都是不太一样的。哦，我相信大家很少看到。种赛斯的草虾，这个对啊，哎，我们现在不行了，我还是要找，还是要找石目鱼，还是要找石目。那我们再换一个方式，好，再来试试看。什么方式？我们来钓钓看。用钓的，对，用钓的钓钓看。你确定要我钓？可以来，钓鱼是一件很好的休闲运动。走走走，来试试看，试试看。文哥，嗨。我其实要的只是石目鱼，是，就是那种有没有？我们去吃一些什么干煎石目鱼啊、大阿米那种石目鱼就好。没错，你给我这么大的钩子是什么意思？因为我们这个池子哈，我们这个池子里面都是怪物等级的。怪物啊，我们里面的龙胆从20斤到1-200斤都有，那金目鲈可能有3-50斤的，它那个石目鱼
有那种六斤、七八斤，甚至十几斤。嗯，所以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不知道会调动什么。然后我们就试试看看今天运气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，运气好的话，搞不好我们里面的斑网啊，斑网一两百斤的，不要，千万不要给我斑网，你直接给我丝木鱼就好。OK， 没问题。萨巴鱼，对对对，来，来，我用丝，哇，你用这个。这个你是要钓什么丝木鱼啊？没有啦，我们先要把那个掠食性的物种先把它先弄走了。哦，那我们才可能钓得到丝木鱼嘛。哦，要不丝木鱼怎么赶过来呢？你真的有钓过鱼？有啦，不是很久没钓而已啦。其实我现在很紧张哎，因为被你讲说弄一两百斤的，你这样子养殖，高朗哥，你这样从事回来养殖，现在多久时间？十年，将近十年了。你跟你十年前的你，你现在会回头跟他讲什么？我刚回来的时候看到我们台湾水产产业，是惨的，悲惨，悲惨的惨，真的是惨的。那我一直希望我们有能力去救起来，你的鱼不见了。丢啊，丢啊啦！中嘞！这次你看起来不太大哦，小的小的，没中，没中，不见了，跑掉了，跑掉了，小鱼偷的啦。然后你说产业，所以其实像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努力，对，说真的，只有一个目的，我们想要去成就产业，成就产业。对，我并不想成就我自己。嗯，对。可是当然来讲，这句话很多人不相信，但是我们实际上这十年来，我们一直努力的在做这件事情。嗯，来，等一下，先不要动，等它不见了，一、二、三，拉，中了！哎呦，小心，小心！断了，断线，百斤的吗？哦，还是断线了，断线，直接被接杀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断线呢？断线，硬生断了。你这个，这布线呢？这三十号的布线，所以这一只我评估了，大概最起码。六七十斤以上有，有有，我本来以为要上来了，我本来以为要上来了，那个力道还不错、啊。有那个他是跟你是拔河，他是你再，钩子再来一下，再来一下，来来来来，今天一定要钓。我再帮你准备一下，哇、哦，像八个。你刚刚看到我那个钩弯的吗？你有看到那个钩子弯成这样吗？我刚感觉真好哎，天哪！我觉得刚刚应该是龙胆，我觉得是龙胆，他那个力量他是直接。哦，扒住它了，它等脉照就断了。我的天哪！拉起来才算。枪毙！拉起来才算是不是？被期待，之前我们钓了什么？钓了三三牛仔啊，然后什么西鱼这样。那些鱼在我们这里是当饵的。是哦。从我制作到现在，没有人要制作，即使这一只是没有人要，我们的经过熟人测试。一点，别杀！加油加油！蛋呢？蛋呢？蛋呢？有了！会断会断！不会啦，不会啦，这一只不大，这一只大概顶多二十吧。我做我的属西不会断。等一下，你那个弹线，来，没关系，来，你过来，弹线，好，来。哦！来，你的战利品，这一只不到二十，大概二十左右而已。Oh my god！ 哦，我还是要找我的目标物了。
在这里钓鱼不可能轻松了。来了。啊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往我这边走。哇！小心哦，不能断线哦。喂，断线你要跳下去，帮我把它抓出来。哇！活动力我。需要接手吗？来，跟你刚来这场很累，累哈，累。哎，快，哎，不能断线呢。你不喜欢不啊？不能断线呢，跳下去把它抓上来。哎，国良哥，但是好，说真的，那我们要找的不是私募鱼吗？是。我找不找得到他？肯定可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再换个方式。再换个方式。对，我们休闲娱乐够了。够了，够了。啊，有舒服到的了。定制渔网抓草虾，钓竿钓得到的龙胆石斑。国良哥说，其实现在私募鱼算是纪委了，所以他用牵渔网的方式拦截私募鱼。想必在这么凶险环境下的私募鱼应该特别强壮。那现在的做法就是，它网子哈，对，不会卡在网子上，对，所以呢，然后一直一尾一尾收，对，就一尾一尾收。私募鱼的水温是属于要高还是要低？要高，要高。基本上私募鱼它需要24度以上，哇，活动性才会强。那以现在我们的室温大概都在20到22度嘛，对，所以这个时间其实私募鱼它的活动力是比较不好的。哦，现在活动力比较不好。对，现在活动力是比较不好的。哦。其实以现在来说，私募鱼已经是我们的养殖后期了，后段的啦。对。但这样子会比较大吗？会。但是这个时间的私募鱼，它虽然比较大，但是它油脂含量会比较低。那你看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，我们是一只一只抓嘛。对。哦，那这么大。其实老实讲，好像这个网子很多人不会解，都是硬扯。对。那其实说真的，不用那么麻烦。嗯。你看，我只要转个，啊，转一转就好了。来。啊，你看我们的鱼的体型。我们的目标物来了，私募鱼。我们鱼的体型，你可以发现哈，我们的鱼特别修长。对，因为在自然环境当中，私募鱼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子弹鱼。子弹鱼，对。哇，你看它的反光，你看它反，哇，哇，刺眼，刺眼的光，哦，这一只鱼比较像是野生的，哦，因为我们给它一个比较好的环境，我们不是只要它。但说实在的，你跟我讲野生的，不然的。这个从小在台湾长大，这个呢是一个叫做国民美食。是，我们从小在台湾长大，我也没看过野生，我们吃的都是养殖。野生的私募鱼没有人在吃。哦，是啊，为什么？不好吃。怎么说？因为没有油脂。哦，要养殖才会有油脂。其实我们养的私募鱼哦，我们吃的私募鱼其实是它的小分子。哦。私募鱼它的性成熟期哈，哎，这只私募鱼可以长到90公分到。90公分。对。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抓的，这是我们的小分子。欸、真的是 baby 而已哎，哦，所以它身上才会有油脂，因为我们饲养，我们可以给它充足的饲料，对，所以它的油脂含量就比较高。因为大家国人大概喜欢吃的就是，鱼肚嘛，鱼肚、鱼豆了，对，鱼豆、鱼肠啦，它加拢一袋鱼豆嘛，对，对。因为私募鱼啊，全身上下有200多根刺，222根，对啊，对，200几嘛，222。那你现在收成期过了以后，那你现在它原来留在池子里面的鱼呢，再继续让它长，我们就会把它移到蓄水池，移到蓄水池，就是我们刚刚说怪物级的那一池，那一池去了。对啊，所以里面的私募鱼有些有7、8斤的啦，甚至10来斤的，对，短的东西都能钓到啊，但是我有龙胆。那我们这种方法哈，其实你现在外面看到的私募鱼大概是用围网了。围网的。那围网一定要垫起，因为私募鱼它的破坏力其实很强。哦。它会跳。对啊。会这样子。回来不会挣扎。对啊。所以其实，在我们产地，很多人都因为这样子，真的眼球不见了啊，肋骨断了。对。
石目鱼就是这样子飞。嗯，那所以一般我们在捕捞的时候都是用电击，可是电击之后，它的弱点会紧缩，就变得没那么好。哦，所以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养？嗯，因为你要养的是一只好吃的，当然也不是只要单纯的养。那等一下呢，鱼我们来做熟成，啊，我们把丝木鱼做熟成，那你来感觉看看熟成之后的丝木鱼。牛肉熟成是常见也常吃得到，但鱼类熟成，就像是国良哥说的，全世界大概也只有他在做。捕捞上岸的丝木鱼，经过清洗去刺的处理后，就放进一个盐水静电池中，像泡按摩浴缸一样腌制个40分钟，再整齐排列到熟成室中进行熟成。真的很好奇，熟成过的鱼到底有多好吃呢？没想到从丝木鱼找出了一堆的海鲜啊！其实你现在看到的都是我们池子里面的养殖的，对，大概很难有人会相信说这些东西是我们池塘里面捞出来的。对啊，这边所有的料理都没有添加任何的。好，我们先试试这一道，这一道是我们的那个金目鲈。哦，金目鲈的下巴，这一道因为我熟成过，对，所以可能跟你以往吃的那个概念是不一样。金目鲈它的味道是属于比较清香型，清香，它的肉质是不是比较像蟹肉？嗯，像不像？你没有调味，这都没有调味，没有调味，因为经过熟成之后，其实它的肉质是完全不同。它这就像螃蟹的那个清爽，它还有一股淡淡的奶香，就在你口中这边。其实我一直在推荐的啦，就是我们吃的是食物，我们要吃食品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很好哎。对，我们这已经完全没有任何调料。接下来我们再试试这一道，这是什么？这一只哈，从我制作到现在，没有人知道吃得出来它是什么，因为我们的经过熟成之后，它的组织肉质都改变了。台湾第一店，扎实的，Q 弹的。它其实这一只是乌鱼。乌鱼，我看没有人要的鱼。我很难想象它是乌鱼。说实在的，我没有办法想象它，跟我原来认识的乌鱼是完全不一样。对，所以我说，阿亮哥是把鱼已经变成像品茶品酒一样，是我们品的是鱼，鱼肉的细腻度，鱼肉出来的香味在哪里？鱼肉原来该有的味道是什么？对，这一只，这么小的龙胆，大概没有几个人看过这么可爱的龙胆。对啊。其实龙胆养殖需要3到5年，那风险成本都是我们生产者在承担。嗯，那我就在思考说，为什么不做一年养？像这一只龙胆，它的大小还不到5公斤，哦，的确没有人要吃，因为吃龙胆我们是吃它的皮胆跟它的胶质，这么小的龙胆的确没有。但是经过熟成之后，来继续期待。哇，我现在有自信，我们1公斤的龙胆经过熟成之后，比100公斤的更好吃。吃完鱼，我们来吃虾。哇哦哦哦哦哦！我的胆固醇真的不行了啦！这个对我来讲，我觉得它像野生的。其实我就是把大海复制到我的池塘里面。对，其实我刚刚讲过嘛，一般人看野生的，就是看它的脚是粉红色。对，红脚的就是野生的。那你看我们养出来的每一只都是红脚。对 ，OK， 再接下来我们来试试我们今天的主角哦，终于到它了，丝木鱼。那这只丝木鱼啊，它有它的吃法，像吹口琴一样打横，左边吃，右边吃，骨头会留在你手上。你是只有干煎而已，干煎它出了是茶香味。其实丝木鱼它本身带有股淡淡的芝麻香，对，只是我们现在吃不到，因为丝木鱼它本身是吃浮游生物，吃藻类的，对，我没有能力把这只鱼变好吃，我只是让它回到过去，回到它原本该属于它的风味跟口感。这只鱼本来就这么好吃，我的天哪，
蓝牙哎，是，哎，没想到来找一个私募鱼可以找到这么多东西哦。坦白说，我觉得我们给他一个好的环境，其实比你喂他好的是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喜欢吗？记得按赞加订阅，台湾第一的，开启小铃铛哦。